是小芳，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谢谢。今天呢，我是想做一个影片，涵盖以牛奶盲测加冰淇淋的影片。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几个比较著名的 YouTubers， 他们都有做类似盲测的影片，我觉得蛮好玩的。其中一个 YouTuber 是我喜欢的弟妹，还有彤彤，他们都有做，所以我想尝试一下。刚刚呢，我到我之前我常去的超市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也顺便购买了牛奶，但是他那边的牛奶呢只有三种而已，为了不要让太浪费，所以我就直接买下这三种牛奶，然后做盲测，就接下来把剩下的牛奶做我喜欢吃的冰淇淋就好了。马来西亚最知名的牛奶应该是 Dutch Lady 的牛奶，感觉上它会比较好吃，我就不懂其他牌子了，因为我也不会太常去购买牛奶来喝。今天我准备了三种类型的牛奶，第一个是常常在广告上看到的 Good Day 的牛奶，蛮显眼的，一二三只牛，加一个树，加一个太阳。另外一个是这个，我不懂它叫什么牌子，但是看这篇好像是 Victoria Australia， 应该是它的牌子吧，我也不确定，但是它是 Full Cream， 这是Full Clean 的，然后 Soul Nature， 不懂这个是它的牌子还是这个 Victoria Australia 是它的牌子，还是 Full Clean 的。这个是也是 Full Clean 的，它这边我不确定它的名字要怎么念，Vivodex 还是什么牌子我不懂， Vivodex 啊。然后这个是180% pure delicious milk made from fresh milk， 这种牌子它更显眼，一只牛而已。今天准备的三种牛奶呢，两种都是 full cream， 只有一种 good daily 的是low fat milk。 这三种牛奶呢都是一厘的，然后这个 Livrodex 的牛奶呢是5.9 Soul Nature， 哦，它的牌子是 Soul Nature， 这个是 Soul Nature， 这不是它的牌子，这个才是Good Day 的这个是 low fat 的，是5.9，减价91仙，等于4.99。因为我是第一杯，苦的，不是苦啊，就是不会太甜。很淡，没有什么味道，
这个会比较偏黄，偏黄色，牛奶味蛮重的，像它的味道像那个炼乳，什么早中庸炼乳，味道是这样。比较浓一点啊，就下面是最白的吧，这样看最白的，是啊，就这样，第一个而已，差不多。妹，老爷好妹。这三个牛奶里面，它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 Good Day 的这个，它的知名度最高的。我曾经喝过它的包装牛奶，那种包装有吸管的牛奶一次啊。我觉得它的牛奶应该是这个吧，然后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找这个，这个应该是这个，然后另外是 Soul Nature。大概是这样子，现在呢我要去过去问我妈妈答案，待会呢我再回来。答案呢我妈妈不记得了，因为刚才没有做记号，只解到而已。盲车失败，没事呢，我们再做下一个步骤，就是做我喜欢吃的冰淇淋，用牛奶做。这还有我剩下剩的牛奶，我会倒进里面去，然后放去冰箱冰冻。好，牛奶做好了，我等一下会拿去冰冻。哈。这样结束，我想到一个手法，这个倒一点牛奶在里面，不要太满啊，然后用这个做冰淇淋，最小的冰淇淋，可以吗？因为我是小芳，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谢谢。